孔金哎，亮晶晶的，满满都是，号称冻龄的时光机，非常的保湿，满满的精华，直接就是卸妆，然后让大家来看一看。男生也可以用吗？可以可以，含金量高达99.9%，24K 的美容级的金箔，黄金的传导性非常非常的强，再加上呢，它里面呢有顶级的抗老成分，洗完脸我都会左右各滴两滴，把它直接化开。就是因为我平常呢，就是比较容易水肿，推的时候我都会加一点按摩，里面含燕窝跟它的三四生态，我会加强在我的抬头纹、法令纹也要，然后还有一个很容易就是看得出年纪。记得就是我们的脖子一定要戴，它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不会油腻，黑抹在眼周上面。之前曾经就是因为乱用产品，所以我就会长肉牙。它真的就是很温和，大家可以看我起来就比刚刚还要光亮，对，就是很亮，然后保水度也会比较好，保水，而且让你肌肤会烹饪又有弹性，又不会就是看起来很暗沉、敏感肌啊，或者是你是有一点油性会长痘痘的肌肤都可以使用。哦，它是那个蜡菊，就是顶级。抗老成分不雕花蜡菊，它可以延缓肌肤的老化，紧致 Q 弹，在后续使用的保养就是吸收的更好。真心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洁若妮斯的黄金蜡菊超导精华。